又遇到了上次那个爷爷，他今天咋又来看猫？也不是看狗狗。这个会背这个吗？我看一下。哎呀，脸肿还没成。这个就是背。嗯，感觉还没停住。这个碗可以哦，这个也太淡定了吧，抓出来都能睡着，很多人围观你哦，怎么刚别人抓你你就叫，现在我抓你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甚至还要睡觉，甚至还想摇尾巴，哎，里面的也是睡觉，这两个瞌睡了，这小沙皮吧，宝宝，喂，你有点像阿爸哦，你很厉害，没鬼啊，你很牛粪，你不让人家摸的呀，啊？都是睡觉的这些狗狗。哎，晚呀晚呀。这个大橘已经睡觉了，大橘好了，都不转头哎。好凶的这个。好火你。但是太大呀，这么的呢，这么大，这个是公的吗？放在下来了，围的还是他，刚才我帮你照了证件照，哎，你刚不是说那他的叫姐姐抱一下，叫阿姨抱一下，好可爱哦，尾巴了，现在没那么怕了。哦，他要走了，怎么办？去给小姐姐拍个照。他又走了，我又把他拿回来了。